怎么睡起来了？我没睡啊，你睡了。你起这么早干嘛？我想起。我摸摸你的手。你说都九点了。都九点了，你还不起啊？好凉呀。九点了，你还不起啊？你给我一个早安，我就起来了。哎，我就再不亲你了啊、哦！过来抱我呀，妈妈！你在这儿呀，你不会去外面耍的。我没有力气。我没有力气。自己抱。妈咪。你自己抱。哇，你看看这个人漂亮吧，太可爱了，跟你一样可爱吗？我看、啊、你看我你把我你啊、哦、你把两个你把他的脸跟你的脸放在一起，哇，一样可爱吗？都是我的小宝贝吗？你看你的嘴上白花花多么高兴。那个删了，这个是玉米面哦，真的特别有营养。奶奶，你可不可以别做那种啊？妈妈累死了。晚上怎么去的？把咱前面去看了看，吃着比路上还慢了一点。